干嘛啦？我在弄头发，等一下。干嘛弄头发？我们要开拍了。等一下，我快好了。弄三八好。三八，三八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三八女王节？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小贝。大家好，我是伯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干嘛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女王节。那你知道三八女王节的由来吗？让我来告诉你。认真哦。认真。三八女王节是为了纪念女权运动在俄国、阿富汗、白俄罗斯。哇，黑糖有这么多好处啊！那今天我们带来三个品牌的黑糖来做比较给大家看，让我们往下看吧。我们选了其中的姜黄跟姜母这两个味道。啊，他们不都一样的东西吗 ？No， 你太天真了。那平常的老姜的好处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不外乎就是帮助消化啊，预防感冒啊，缓解女生经期的经痛等等。那姜黄呢？它能促进胆汁的分泌，对肝脏有很好的调节功能。同时，啊，对了，你喝酒吗？对啊，你是海量，那你很适合喝姜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对宿醉也有很好的解酒功效。同时，姜黄里面的姜黄素也是非常好的天然抗癌剂，所以它对预防癌症的抑制作用非常好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试喝吧。而且它是独立包装哦。哦，真的耶。那这样带出门啊，去公司啊，去旅游啊，都很方便。这个姜味不错。哦。运动类。还不错。OK， 所以大概这么大。上面写说加300到500cc 的热水。因为它是姜黄，那姜黄呢，它的味道本身就会带一点辣跟苦，所以你会感觉到喉咙有一点刺刺的感觉，就是有点辣辣的。对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姜母吧。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对啊，对啊。300到500cc。那就400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用。大家有没有喝黑糖的习惯呢？大家通常都喝什么牌子的黑糖？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介绍到的黑糖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看你们试过哪种黑糖是好喝的，也可以推荐大家喝喝看。你的女朋友在旁边惊痛的，快要痛的受不了。那你是泡好了没？真的小完了吗？真的小完。所以，哇，还有两点。真的小完了。这个黑糖味比较重。对，它比较甜一点，而且它的姜味没有像姜黄那么的辛辣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怕姜味太重。带甜，带甜，加甜，而且还比较甜。
所以刚喝完那个姜母跟姜黄了没？老板不在，我们要不要再开一包啊？再开一包吗？好啊。那是玫瑰吧？玫瑰吗？好。我买不起玫瑰，至少喝点玫瑰味。没有玫瑰味，它绝对没有玫瑰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喝玫瑰口味的话，你都不会想买这个口味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这个绿的之国的，那有原味、桂圆跟老姜。那我要是桂圆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好，开。它有一个易拉罐的设计。嗯。然后你看得到它这一个跟台湾现在的差别都是它不是独立包装的，你看到它是每一块都大小不太一样的，嗯，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你自己个人的口味来，如果你比较喜欢甜一点，当然多放一点，然后不这么甜的话，那就不要放这么多块，你可以直接拿起来吃。好吃吗？甜，但整块吃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有点点咸味。咸味啊，有点甜鲜甜咸的味道，香吗？香，这是桂圆，有，我觉得桂圆的味道是很重，我觉得桂圆的香是非常香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来试试看老船家的黑糖，它是一包一包粉装的耶，所以它这样的话冲泡就会比较快速。不用像我们刚刚这样半搅半甜这样。对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嗯，要加味。它比刚刚现代的姜母的姜味还要再重一点，可是它没有像姜黄的那么的辣，那么刺喉咙，而且微微的刺，微微的刺，而且它没那么甜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它冲泡又很方便。它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它还可以拿来做菜，黑糖姜汁烧肉。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提供食谱给大家看，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在家里尝试做做看。好，下班。好吧，终于帮我们今天介绍了黑糖。哎，什么事？等一下，我这个看这个东西很久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哦，这个是好东西。好东西，那我可以吃吃看吗？哦，嗯，有什么味道？有很像 nut 的味道，很像。什么果仁还是枣的味道？对，没错。那这个呢，就是阿胶。阿胶呢，这是好东西。阿胶基本上可以帮助女性养颜美容啊、去色斑啊、改善月经啊，还有母亲是不是对男性也很好？觉得好吃吗？很像在吃芝麻糕，然后里面有红枣仁那种果仁在里面，然后也调久一点，有点酸酸的。那我觉得还蛮好，酸酸甜甜的。这就是你的糖，那大家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试完了所有的黑糖了，小贝，你觉得你今天最喜欢的哪一种？我觉得最后那一款分开的部分比较喜欢老船家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喝进去姜味很浓郁，但是太同时也不会太甜。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比其他两个多，对我来说比较方便，因为从就会有人教你怎么煮，就可以拿来做饭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的拍摄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也希望你们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女王哦。哦，也可以很开心的为另外一半准备黑糖。好了，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还是跟着你可以原味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有什么产品希望我们开箱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然后，也希望你们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追踪小铃铛。